涉事的士撞到一个女人之后停在路中间，地面留有一滩血迹。星期二凌晨四点几，一架的士正在沿长沙环道往美孚方向行驶，结果一个女人怀疑由的士车头左边走出来，的士来不及收掣将女人撞倒。女伤者被撞飞大约八米，瞓在地下，头部受伤要送院治理。涉事司机被带上警车，他通过酒精呼气测试，警方正是调查意外原因。